各位同仁，请就座哈，我们开会。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第一位由那个郑新珠议员执行。哦，执行时间45分钟。好，谢谢。主席，咱的市长局长啊，这文武百官，真歹势，有当时啊，我今日去讲的含市政较无牵连，当。这几天新闻三日新台湾加油的好意，节目部跟廖小珍小姐说叫我来去上节目，但是在早晚的时候来听到这些，不管说是姚立明教授啦、王定武议员啦、刘兆豪啦，或是郑文龙律师啦，包括汪杰明，这些名嘴在讲，当然我的程度较低啊。但是我昨听一个，规个心脏、规个生态，假使讲今仔日咧一巡，和咱市政无关联，啊，和咱的市长去困扰着，有那是我最后的两届。我唔敢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但是我意愿要讲解五届公职，我爱感谢天地，感谢这乡亲，甲这文武百官来会当甲我扶持啦，我有那非常感恩。伫昨个时阵有一件代志，伫电视现场节目即讲出来爱负责，讲当时。马英九总统居然在伊做总统的时代，毋是含司法院的院长要求特发用迄个实质的影响力来甲判龙潭案十几冬破纪录，将阿扁总统关起。伫迄个时阵讲，伊调集到迄个特侦组、甲迄个检察长、全国检察长、甲特侦组检察官。要求对陈水扁总统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把他抓来扩开的问题，说要特别以代表民进党的精神要把他摧毁啦，将他的人格给认知公开场合来说嘛。我今天有人借这个机会一瞬在昨的现场说，这确实有那个检察官来跟那些名嘴说，当时暗中不知是在的官邸调查，说陈水扁一定要把他摧毁掉，精神摧毁，不是关他说关闭那里，包括你局长，这大家有关过，台湾人民越跟关闭越大尾，直接在位的人格把他摧毁，抗我自己。我就想无啊，偏偏是保我就医，我有哪感谢市长有哪叫到阿扁总统来公开上面，当个保护水下、私下我了解，顶个我都爱找伊尔尔，拢有咧甲关照。这点我较占完，阿扁总统袂当开声啊，代表总统先甲咱局长甲遮个检察局遮个同仁表示感谢，但是我想无。就只要你坐过到位，台湾人民受咱付出过的人呢？保我一位，你知啊？别人保我一位，才等来给因后生徛台；保我一位，才等来给因后生比彩大；保我一位，才破因后生四个选举走了了。阿扁总统同款保我一位，当时迄条公文副本哦，我是居家疗养。无论是北人、中人，居家疗养对个身体有帮助。一个查某囝，亲生个查某囝，来开一间家医个病院，要去甲看讲袂使讲话，这毋是咧欺负阿扁总统呢？欺负我台湾人太心。目前个即个服务部有哪共款马英九在运作？请问即马？在银幕上你有看，这个批是白仔的亲情嘛？你搁要掠去枪决，让伊的家属来回民呢？
一个我用台湾的读啦。阿比总统的因查某囝40磅后，今仔日开牙科诊所，用这张卡申请出来，局势啊，你敢知？阿比总统要等伊挂电，得阁申请呢？要等伊到伊的财政，得阁申请，敢真正就糟蹋个这点？对一个百万就业员呢？我得完百万就业破无几多，阁会当出来选立委啦？其他姐姐这百万就业，毋是逍遥自在，要等伊到故乡就申请，这张批，讲袂使读啦，读随便甲掠倒去关起啦。我阁再三强调，这毋是咧欺负陈水扁，是咧欺负台湾人，包括你国姐啊。即马阿扁总统是你高雄市的市，所属的一个市民尔尔，干倒安尼是啊？批讲这张批袂使，讲40年前，我的查某囝姓余姓余来出事，40年后姓余姓余的牙医诊所来开业诞生。当地40年前，我开着家己的律师事务所。40年后，我的查某囝姓余姓余开设着家己的牙医诊所。姓余姓余这个名是我号的，余则豪，余就是余则好，真欢喜。我是查某囝，伊个查某囝安尼讲，姓余的出世带来着蒸蒸日上的业务，和我的海上专业能力开始受到注意和肯定。如今是三个囡仔妈妈，三间诊所，四个咧祖宗做牙医。我的查某囝今仔日会当家己来开业咯。期待现期今仔日就业了后，开业了后，和你的名同款，给予好，予伊好，做到提供专业服务的好的女医生、女牙医，就是今仔日特别的日子。我煞来想起，着一步一步体贴坚强我的查某囝姓余姓余的成长过程，伊的温馨温馨感染历历在目。伫迄段日子，查某囝知影我最需要亲情的关怀，每礼拜伫我失去自由的时阵，揣着我最喜爱的台南的点心小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无多陪伴查某囝成长。当我失去自由的坐高，得到亲情嘛是幸福。姓余姓余是无能的代言人，伊无论上学还是上班，姓余伊所挂着的，伫无用的，毋是摕着伊的便当，伊摕着挤奶器。一年阿去，甲保平地，而且伊一手拍电脑，一手来抱囡仔咧饲母奶。最后，现已技嘉南迁，终于来影响到这个阳光，嘛会当来享受到南部这热情的乡亲，希望这乡亲。会当予这间诊所，安尼会当来宣传过，嘛祝福咱大家。局姐啊，歹势这样事情无干，我不吐不快。本来要一顺的资料，我规个断掉。这张批犯着天条大罪，这张批袂使甲查某囝讲。这张批讲，既然服务部要求交证书，要求中干。叫阿扁总统的囝，陈志忠现役的小弟大读，不伦不类啊！这是老爸甲查某囝祝福，敢真正是残酷安尼？局姐啊，我查你的为难，这你答复无咯？你甲看咧够哩？你为台湾人民来解决假的人嘛？敢真正是糟蹋安尼？这是咧欺负台湾人，欺负阿扁总统的支持者。
局长啊，你的看法，简单得卖，让你为难，请局长啊。多谢主席啊，多谢陈议员，我一向对阿扁啊总统啊，伊的病情、伊的生活情形，一向拢真关心。啊，我对信宜啊，伊的专业能力啊，伫这个过程内底啊，受到真济的交谈啊，包括伊一路坚强啊，我感觉真唔甘。啊，我感觉今仔日信宜要伫台南开这个牙医的诊所，啊，这是伊的成长，啊，嘛是伊专业上真好的发挥，啊，我感觉这拢是足好的代志。啊，你拄只讲法务部啊，甲台中加加这个代志，我才来进行了解，我唔知道有这个情形。这意见阿扁总统亲身讲，不准你来读这张批教育，好在他是台中加加改的嘛。你讲台中家家安尼解答破，无我来了解好。第二员，我感觉所有对阿扁总统的关心，吼、哦、啊，对伊希望啊，伊的健康早日恢复，啊，希望伊所有的家庭莫受到外口的干扰，恢复正常平静的生活，这拢是我的期待。吼、哦、啊，我感觉伊这个部分。讲台中家家阿妈答复，虽然这唔是我的业务，啊，不过我是想我来了解一下，好吧？好，感谢，谢谢哈。啊，请咱的市长请坐下。我做唔爱坐船车啦，不务人话讲，我不务正业，食饱干那咧讲阿扁啊，我干那讲阿扁啊，我那刚做几落届啦。但是这真正这无公平对待，张德文亮律师跟我讲。在阿扁总统的任内时阵，调小野段来修改法令，将用国务机啊为甲扣手铐、甲收啊、甲严啊，讲也逃走外国，结果国务机啊为判无罪啦，判无罪，迄个中间也未判，另外搁得先押人打出口经啦，法律我唔捌，我尊重到这个律法，但是讲不溯既既往。我常搁甲问讲，下电文亮律师是安怎讲？伊讲咱的法律袂使溯既既往，即马为着公务人员因所有退休下即个问题，真正这人家上街头咧咧抗议啊！讲我以前也十八趴啦，以前替代率也十外趴啦，百几趴啦，原定也六万，即马咧六七万呢。不溯既既往，啊！我的想无啊，对啊，变作那个下人总甲毒开，而且一挂军官啦、校官啦、将官啦，走去投匪啦，倒转来照常拿来退休啦。偌济公务人员，从前检察总长说明这啊，照常咧拿退休啦，太无溯既既往，这应该。现实都讲，民进党过半的过半，我无要为阿扁总统个人来破坏着国家体制，这起码嘛要恢复着伊八党，这个下任的条例不溯既既往嘛。哪能说明说会使领职？破骨来条代做说会使领职？可能我常人讲叫我拜托今仔去质询的时阵来问检察局长。当时阿扁总统下任了后，有人后壁卡车站内，我先补充一下。两礼拜前阿扁总统召见我，特别叫我讲甲你局长啊，说啥？阮这一边一个人拢有去啦，吼，贵色的几位，讲真正照顾，安尼真正用讲叫我卖，互局长啊为难，亲身安尼甲我交代。方如我伫遐正门啊，伫遐，阮这所有一边一个个拢总伫现场嘛。伊甲阮召见，讲你唔要互局长啊受过压力。但是我伫外口听到，本来就是我今仔去要质询的，我煞代志嘞。伫恁全行政院面，行政院长的面调过，这是事实啦。咱袂使目睭黄嘞，家己咧讲好听话，面调过是事实。但是伫外地即几工，
讲伊人事无要调动，因为为台南市白白，阮的同仁、同事、同僚、同才，一寻到台南市长，讲你有可能去接行政院长有无？啊，这个台南市长用派代，这个消息尾啊，恁全国的人事无要调动，但是我唔是咧讲好听话啦。目前伫一般的，那我算66岁的议员，我基层我有哪算走到？我走一到，迄个号做八高山卡，咱高阳管咧管咧，我阁唔知咧。拄只我问咱只联络员咧，讲晓啦，迄个管你到三哪哪马下四月透到玉山啦，四月来安尼行过，10月9月讲叫你来接行政院长啦。伊讲伊输，我煞代志咧。伊讲，你伫高雄市当选国代，你当时的证件有一条局子啊，你会记住？你要嫁予高雄，后来你来做高雄市的社会局长，我也捌伫电台甲你访问过。你搁来做高雄市的市长，你即马搁另外高雄多两届已经满期的市长。伊讲来讲，伊输来讲。你高雄市、高雄都，你规个假透透啊嘛！你较实道上嘛。有一个里长咧甲我讲，奇怪，迄市长太知我里长的名，我看你的面皮第几遍拢咧背啦。所以你各所在假透，你若去做行政院长，代理的时阵，毋是体数的问题啦。我毋敢讲像马英九咧叫萧万长讲啊，万民之所听，请你出山。伊台湾的袂晓讲，靠腰啊，出山就是死人啊，爱讲出山啊，我唔敢安尼讲，但是恁若做高雄市，你高雄市食较有灵嘛？你通过高雄市的自治法，要求这放假三个有，生假两个无。你哪去做行政院长，敢是第一咱200-300万人的高雄市民？我唔敢硬要求，因为你前篇你都拢讲我爱扮演好我市长的角色。伊讲伊输，我希望讲你会当来接。遮高雄市所期待，你若做行政院长，阮遮高雄都若要去争取一个啊！你毋免现切，你敢若你个脑上中，你就会当直接来了解啊嘛！你较熟道上啊，你行遍国角落啦。我来去咧参与九二了，大爱新村你也行过遐尼一遍。迄差不多讲，当时我唔敢讲运用啊。伊输伊讲，啊你若做行政院长，顶工你甲本色来得讲，时间已经到，总统的高度甲行政院长的高度，该应该迈过来，造成着这个所有的族群和民意分裂，该得下阿比总统的时阵啊。你若做行政院长，这个倒出一个力。这有当时啊，吼，这是田里收到得过尾，进步啊啦，到家中好地啊啦，我唔敢苛求啦，但是我唔敢叫你答我，你变作答我，怎么答我咧？在下都得讲哇，你食我来看伊我啦，看我啦，坐一山看一山悬啦，啊，看高雄市民高雄都无目地啦，咧笑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啦。我唔敢讲，但是我相信你所接到的。我是汉的苏阿含局者啊，你见面，当遮咧坐界面带来。不管你的地龙团，啊是讲你出嚟的惊大，我相信10月9月叫你叫局者啊，你去接行政院长。目的就是啥？第一唔着咱高雄嘛。今日你若做行政院长，咱高雄的工课，敢是特别非常好做。讲较紧咧，佮讲较我心内在疼，即个痛啦吼，我心内即个疼。阿比总统嘛，早一天会当来晴天白云，来朗朗乾坤，来献伊个清白。过来，我简单讲阿比总统啊，12条政策外卖，你甲看，这12条政策是我拜托人甲我找出来。中国性的公投，让台湾有出主权。工程迄个大挑战，
雪山隧道，世界迄个时阵讲台湾不够人才，伊来拍通啦。到高雄通车到台北，我即卖迄个走暗时啊，以前拢爱坐阿罗海等来，即卖免咧高铁直接等来呢。当时市长你知啊，满满一个立委，即卖咧做不能去的啦，讲这破铜烂铁袂使坐，坐咧变车嘛，会发生代志，公开伫四个车头咧抗议嘛。你知影嘛？即卖免便宜安怎？市长你敢知免便宜安怎？服务处都伫左营高铁站的坐对面。你看贵啊！啊，这说扛古怪，先动先赢，免便宜即卖因安尼呐？即卖咱暂时啊去，我搁倒转来付，一瞬啊搁会离啦。护照加注台湾，迄个时阵。反对的人讲将台湾炸掉，会予中国北京派子各所在大使馆会掠去。结果即马咧，正式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蚵仔炒面线加价规定，安尼讲袂清楚啦。讲台湾，结果川普总统公开讲台湾来的总统有拍一通电话我。开过来都无法度通从全世界人来讲到台湾，因为台湾唔知啊，地球找无啊，所以嘛是开机的。迄、那个圆山紫分红到了，是只要人亲身，我的电台十家以上伫遐拍电话，我厝起大家啦，迄晚拢饮醉啦，迄晚啊落雨要上班咯，都爱坐脚桶啦，无都无法度人出门啦。另外101的同情的啦，也是你的手来完成的呢。银行罢销，就只要以良心来讲，起码啦，包括阮家所属的农会啦，合作社多人天百姓透早门啊开开，拢伫遐咧排咧等啊，要领钱多人天啦。结果伊会当拍到罢销，即嘛银行较在壁，无听伊讲倒一间银行咧倒啦。啊，这不讲在台湾吗？另外，对着台湾本土的教育，伊甲解讲中共要解台共啦，中存解台存啦，一切拢要甲讲台湾，讲袂使，这有台有台独，迄个独伊用独步的独，讲有台独的思想，马英九就人家搁解倒转来，请问讲中国有一个中共，才有一个中共。遐有一个中央银行，咱遮有中央银行，啊，看着鬼唔大呢。啊，你若该做到哪像安尼同款台电，啊是迄个中油，甲解台湾中油一家伙又倒转来。台湾这两字敢遐歹吗？400栋内先民艰难拍拼下，即个汉子啊，台湾的无进遐咧吵吗？生车一边台湾话俗语，用的较大天啦。这马比总统的政策呢，而且核数啦，伊当时停掉啦。局长啊，你知影讲核数啊停掉台湾水门国，明仔早起大家拢爱点电头灯啊，点蜡条啊，敢有？这个废弃的家的家园是联合国甲包括全世界共同一贯的意识嘛。另外，所有的工程你同知道啦。因为不管讲到一切，即马所有的男女哥啦，甲一切，伊所开出的经费性，顶刚甲我讲啊，顶刚遐个经济专家，伫我来去上节目了，啊，来向我伫遐谈嘛，伊讲龙潭容易调甲破罪啦，讲实际讲那一平要40000啦，即马讲一平20000啦，这条钱照讲局长你嘛要斗清楚呢。既然贪污一笔，政府用公款，讲浪费公帑40000，啊，这政府这这条钱开40000唔对，不管甲股价安怎买啦，即摆一笔讲20000啦，迄15000买起来应该变啊呢？因为着这条破十五档是一个影响力啦，包括军队国家化，主义领袖，我以前做兵啦。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四年扫荡，五年成功啦，反攻抗俄，到尾也无要俄啊，讲要发力的抗俄，无要抗啊，陈反攻大陆杀猪拔毛，即卖连杀猪拔毛无够个啦，陈反攻大陆
反共大陆伊阁无啊啦，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白起了的清界就伫遐念出来啦。啊，结果呢，即马不但无统一，煞家己在互人统一，这阿扁总统的功劳嘛。另外，你看吼，敢若阿扁总统伊的任内，拍小拍贵，安尼一条两千亿啦。伫马英九四党，伊一条四千亿的真个负债来交过哦，即马咱的蔡英文总统啊，现建南二哥省两千啊，迄、那个五百亿。当时啊，这个第二个说过了，国民党骗5250亿，阿扁总统开偌济？2719亿，省2532亿，靠呀！我讲伊贪污，这干那抽一趴就劈啊啦，抽一趴就不是啊，免地中我即马含到电台咧卖物件啦。我甲讲歹势，即句是台湾的俗语吼，这唔是无修养，我讲有够叻水啦。做个总统的囝，做个台北市长的囝，含人等电台咧卖物件，先落体动，无你要叫伊倒？你若食公话讲，我局长唔敢叫入去，你市政府，遐知影倒就叫人家一顺啊啦，就甲屁事我无一块着，无一块啊啦。桃园大潭电厂专家甲我讲，讲1500亿啦，当时工程预算4800亿，到3000亿。3300亿国标啦，结果咧，1500亿甲开开，啊！你阿扁总统心烦天条大罪，无代无志，你甲省1500亿要创啥？你动人的灾乱嘛，君子不动灾乱啊！家人何政治讲啊1180亿，迄个时阵伫因北部讲这个时候，400栋来为家人何开垦。家人何是西方啊人好的嘛，一个一名嘛，讲这爱开偌济钱，结果咧国民党骗1500亿，阿扁总统无代无志，假敖，我等下甲讲假敖，开320亿甲完成这个工程，个人完啦，干了这我都只省过了省5000几亿啊，而且呢，第二单位总统，啊，迄款的拉华夜舰呐。阿扁总统讲，不少动摇国本啊，哎呀，加减有偷偷转来啊！即卖现实，中亚客都转来，我根据来透过着你未来个了解，700亿就转来啦，700亿就转来，这什么的海外企业啦，什么的30万的美金外口零用金贪污啦，什么偷查公文啊？什么7月半伫因兜咧拜拜，动用公款开4000外块啦，啊！你敢那这条康米箱大咧就无飞机啦，是不是？可能我个人事业，局长啊，你同内行诶，以前无一间无了的啦。只要国民党咧喊诶，无一间无了，逐间都了我痛苦，逐间都了我走路啦。啊，民众党咧喊咧，我痛下个一个，当时。啊！迄、那个建中啊，做理事长中存，伊咧换了中存啦、汤阿英啦，甲其他国营事业完全拢趁钱，安尼这套来犯着什么条代志？个人我同日咧，当时卫生署局长啊，你伫做旅委会主委的时阵，我咧讨资料，讨全国。自杀通报人数资料拢有给我，到尾也袂使给我。MCC 一条公文告伊啦，这对全国饮食馆有百害国体，不但假罚钱，我袂使报啦。自杀两个假罚钱呢？啊，这 MCC 假啥啦？讲爱讲轻生啦，啊，轻生都会假死，我都袂晓讲。轻生甲自杀，教育局长。这个黄局长，你较知自杀甲轻生差偌济？讲爱讲轻生，未使讲自杀。哎，局长啊，轻生甲自杀到底差偌济？你甲我讲一个来，告局长啊。来，局长，请答复。自杀甲轻生有关的，自杀的法子轻生啊，轻生台湾的都讲无咧，讲轻生是安怎轻生？轻生呢，轻不到伊，你的看法咧？我想是对这个结束生命的行为的不同用语啦。啊，用于这安尼讲话，你就知影我这台湾来讲自杀罚钱，轻生无，
请坐下。十分奇怪。今仔日我时间无够，伫2007年呐，阿未接过2007年自杀通报人数2308。伫去年2015年4241例，安尼加要到2000个通报自杀，是外好外歹，其他拢免讲啦。伊话八当伫台湾的自杀超要过加一半啦，安尼对这个总统无感念，安尼硬总要甲阿我死害我死，我看那该特赦的时阵啊，何卡好害的？有当时啊，中央咧甲我交代，讲我身为民进党团的一份子，请咧攻击中央，因为我若受到阿扁总统心就痛，我若出力。手压的，人拢讲哎啊，毕总统当时会当恢复伊的自由啊，我无言可谈，无话可讲啊。局长，我请教你咧啦，检察局长，那是同款马英九，啊咧伫外口，我叫人遐个翕相，逐工甲对调咧，你甲看，安尼取缔未？吼、哦，人即马迄个未胖的变英雄，即马讲要出来选咯，2018年要出来选咯，要选出我唔知道媒体报呀。那安尼我有哪叫人讲头前后壁甲翕相啦，安尼甲炸啦，哦啊，你安尼穿内裤跑跑走，来局长，你以家一个治安的首长，你的看法呢？来，请局长一个。局长答复一下。谢谢主席，谢谢邓议员哈。这个卸任总统、副总统的人身安全，我们的国家法律是有受到保障的。那对于总统的一个行程、人身安危啊，这个如果有受到这个侵害啊，这些维安人员他们会去做处理跟排除。这有当下你跟他叫派讲啦，啊，我讲这也无要紧啦，佮普通百姓，我呀你嘛以前捌讲有人在搞危险，你派人来在搞。讲要甲保护掉了，我讲唔免。阿扁总统，恁暗中有咧甲保护，我知。啊，穿迄个未胖的扁英雄，安尼才有理咧。卖讲伊是一个下级的总统，佮一个普通的白人，袂甲佮迄毛英斯管理咧呢？啊，这你甲看，这都社会都混乱去啊嘛。过来，伫昨个现场，拿咧讲话听啦。总统下任了，我后壁总个站一个，伊甲阵买当军吼，伊即卖也乖啊。各位你唔知影啦，阮前前咧见面啦，伊个尿袋爱穿短裤，伊唔敢穿短裤，伊是派尿袋啊呢，是走路也乖啊呢。安尼甲站袂安尼买啊，迄个你敢查甲站？迄个人伫双十节，马英九先生甲叫去坐大椅，你敢知影？坐伫贵宾席，即阵你怎毋知啊？迄应该是伫八月当前，阿扁总统卸任了，互人甲占迄个，假使讲马英九来高雄，阮有哪位后壁起脚甲占咧，发动人去甲占咧，安尼你的看法，安尼你看，敢未通？安尼敢未使？不管是卸任的总统，或是副总统，或是一般民众，这种暴力行为是绝对不容许的。啊嘿！站站的，即马迄个讲总有哪共款，有哪安排头路底予伊啦？啊，这个天地斗变啊，这个造成哪里诶？这个对决啊，我希望会当过来啊！哈，请坐下。时间先暂停一下。黄定武议员甲我讲，局长啊，时间先暂停一下。讲有可能。当然，拍摄啊。哎。咱进入屏东大仁科技大学哦，社工系，由陈老师来旁听起旁听我们。给他欢迎一下哈，哦，好，谢谢你们，好，好开始，好开始，好，那个王定武立委跟我讲，讲有可能阿扁总统要搬回高雄，我的心中急一下，我讲是高雄无好温暖，因为，啊是高雄安全保护无够，伊讲唔是要回去含祖囝亲情见面。我心有戚戚焉呐，心生不已啦。当然，总统要为着伊的病体，要等于伊的故乡，同时我鼓励伊来高雄。你伫台北，恁祖囝要去看一个医生，安尼就安尼一大堆记者啦，安尼麦克载咧啦，安尼甲你访问。
当时局长还未做市长，啊，民进党的新部在某国中咧做大洋教员咧教音乐，校长通知记者来现场直播啦，安尼叫到 SNG 的家啦。我从挂到伊甲看不认，校长讲我唔知道，现在上叫你吃拜啊用，咱底下咧做音乐的大学教员一点钟通过伊，你就安尼甲糟蹋。高雄这个环境，阿比总统当时来伫遮，无论伊的天气甲种种，不管讲伊的盖棺论定，我无意见，我唔是法律的专家。最起码对下任的总统的一个礼物，这是理所该然嘛。我茫茫，希望以后咱这个法律来公平啦，唔通转弯啦。安尼同款，这个案拄到，我咧听阿扁总统当头白去加些穿咧 T 五零南北二路银五营呢，安尼行到对，但平安无代志呢。人讲你电信组议员，你来自高雄咧回乡，阿伊个当时甲傲慢呢，安尼硬发你甲判，安尼国务机要为甲判无几多人靠手铐的到位啊。国务机要会的发展局长啊，你敢知国务机要会现时啥物做啊？来，当时破无期徒刑啦，阿扁总统国务机要会靠手铐，搁你啊叫做关第二院啦，足足关六当官，尾啊国务机要会到现在为止来判作来请发展局长一个。我是局长，请到判作。多谢议长，多谢迄个议员哈。他的那个判决结果，我并没有去确认他的内容，嘿。但是国务机要费这个部分，目前还有一些相关其他的部分还在侦测，就是还在。无啦，国务机要费当时判无去到这条道，你莫讲为什么啊？你菜瓜手把头顶扛扛一坨那个。国务机要会当时甲起诉判不起多刑，国务机要会这五字头，即卖现实什么罪？他现在是用贪污治罪条例下去做处理。你讲唔对呀啦，诶，局长会安尼唔对，国务机要会律师查没调完咯，我是判不罪呢。没有，我现在讲的是说他把他列其他的案件我无管你啦，其他人七月半咧破多伊嘛是在讲甲讲在贪污。国务机要是判无罪，检察官上诉基础的代志，到目前为止，我阁杀国语哦，你听呢？目前为止是判无罪的，你敢知啊？我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因为伊个后边进程我无解清楚，起诉迄个东西我知影。对。我是甲议员讲，伊起诉迄阵，伊是整个案由叫做贪污治罪条例内底其中的一个。但是伊即卖进程是安怎？因为佫有其他的部分咧处理，所以我无解清楚。其他的也百几条啦，有人在讲这特赦无符合，伊还佫有罪摊判。今仔日你佫甲特赦了，明仔载人佫讲伊走去越南的，以前有一条人去甲佫讲走越南叫小姐，你敢知？这你唔知对不对？这个我无即卖现今的议员讲伊走，拢暗时啊偷走去越南啦。去啊叫小姐，去跋筊啦，嘛是有这个代志，人要检举你到我度，是不是？对，是。到我即嘛是讲，伊当时甲靠手、甲判、甲拗开，是用无期甲判，甲即国务机要会判无罪啦，吼，请坐咧。昨人佫甲我讲啦，当时岳鸿儒讲去找到咱的总统蔡英文啦。在当时的时阵，阿扁总统讲起甲伊参详啦。你的国务机要会搞特职会做一遍清朝，这怎安尼讲？这负责任呢？我相信局长也有那个听一下啦。这人讲的有根据，免随伫电视咧讲哦。我有哪会用过呢？讲岳鸿儒去找到当时咱的小英总统。伊还未当公职，还未做总统。阿扁总统咧就是讲来参详岳鸿儒特征组的，讲甲未当除罪化，挂国务机要会，挂特职会全国除罪化。阿扁总统讲无答应伊啦，啊，讲马英九总开始伫遐咧报残的冤啦。
大雕工咋来长人家讲的，我不了解。来调集的所有检察长甲特勤组的甲这些检察官，讲破罪关单水扁，这无算啥。美丽岛的乖乖的，大家拢做大官。美丽岛乖乖的，无官无吃，那愈官煞，大家愈用啊。讲干脆的为的民意甲领地哦，脆格格啦。讲当时安尼讲啦。另外有一点受民之托，请咱的那个交通局长一下吼。管理高速公路买一卖，起后停20公里收费，局长你的看法咧？请局长一下。到前后20公里，这也差论一句话，中央也咧讨论，你的看法安尼有理无啦？感谢主席，感谢郑议员哈。有关这个20公里目前是免费，啊，我所了解哈。高工局有针对这个课题咧收集意见，你也看法咧？你也看法？我看法，这是头前后边啊，这从咱这个环管线四个人为，咱本来你无高速公路，咱的自由通行啊，桥都嘛有小路通线嘛，你甲创创的台八位啊，今日敢扣这，你看我敢有你敢真正粗坑得个硬客油来？局长，你的看法得啦，卖讲为顶管理啦。20公里免费，我的看法是讲吼，因为咱部分的人要通勤，还是要上班吼，伊有当时也会经过迄个高速公路，所以迄个20公里会当免费，我感觉迄是会当是对民众是有必要的啦吼。啊，第二就是讲拄只议员所讲的迄个环向的高速公路卖收费这个部分，因为咱。横向的高速公路一般较早拢是用迄个咱的平面道路去做衔接，啊，目前即卖即个横向的高速公路嘛是做即个功能，所以伊基本上目前无收费，我嘛感觉讲这是合理的。这我看无扣咧啦，卖阁造成民怨啦，皇帝无欠这一丝仔苦银啦，伊也较介意咧较济遐个啊，对不对？扣这个才万声在地叫苦连天，来请坐下。请教到咱的观光局长呢吼，有当时啊，咱咧宣传拢总无够呐。观光局伫迄嘛行政院的观光局，有50,000人行上街头。520交新政府了后，讲北京政府缩30%的旅客、中客来台湾，造成到一挂游览车业啦、饭店业啦、餐厅业啊。咱的高雄市的月品店啦、导游的啦，拢总吊顶下巴肚了，啊，结果带出来的抗议啦。我会记得马英九咧执政的时阵，来破1,000万的时阵，吼，官僚共各种动物公开召开记者会，讲有史以来台湾今仔日伊的九二共识做了偌赞。到1,000万，而这个所有来台湾的观光，行啊，转到那边，我快转过来，安尼转啊，转到台商啦。啊，你看鬼啊，都讲台湾怎么拢无落啦？冇咱的啊，一寡只的立委啊啦，甲只的观光的团体业者一直咧反对。结果即马新的观光局发布来台湾的人数超过1,000万，一年都一年啦，安尼比较开。有无马英九较早无来，请局长一个来。好，请观光局长一个。谢谢主席，多谢陈议员。陈议员大概有伫新闻有看到哈，最近咱的迄、那个入境的台湾旅客哈，已经破千万啦哈。其实咱一个资料会当看会出来的、就是讲今年的12月11日哈，突破1,000万的人次，其实甲去年比起来是提早了9天达标。好，所以啊，甲去年的同期的比较，当然大陆的陆客是减少的，但是日本甲其他的，唔是大陆的外籍旅客是增加69,510人哈，所以成长是14%，就像其他国家的人来到台湾，所以甲过去同期相比啦哈，咱是提早9天达到1,000万。哦，我听你印一个外资，这个地皮啊，煞通印到。安尼迄两公啊，咧在抗议，唔说咧抗议咧增效诶。遐咧讲要死啊啦！小英总统，你爱饲我啦？我要来恁家遐困啦！啊，迄唔说拢讲，这唔是土话，唔是
这个讲迄个就无详细，啊，唔错，拢讲迄个好笑诶，迄个笑是咱个笑诶笑啦哈，啊，唔错，拢咧讲好笑诶，啊，对咱个高雄诶，即卖业绩一千万啦，你甲看，你以为品质，甲你以为所有，你甲看，安尼对咱个高雄市个看法，局长你个看法咧？来，局长答我。好，多谢主席，多谢陈议员。当然，旅行业者会抗议这个代志，当然对因来讲，旅客减少，有某一挂旅行社的影响是真大啦，哈。因为咱有一挂旅行社拢是做旅客的较侪，哈。所以当然，这包括着旅行社，包括着卖店，哈，包括着饭店业者，有诶，确实有受到一挂影响。啊、但是这个部分对高雄来讲，当然咱高雄的状况嘛是有受到一挂影响哈。但是咱伫个规个诶旅客诶成长来看，确实除了陆客以外，其他的旅客是成长的状况。好。市长高好啊，好，多谢啦，嘿，多谢。我嘛甲陈议员同款，我任期结束，我嘛无要选啦。我都渐渐伫幕前，行伫幕后，看搁较侪优秀的新的世代出来。即吼，我甲陈议员哦，你拄只足关心啦吼，啊，足努力，足多谢。即表示陈议员对我诶真侪肯定甲侮辱。啊，我是唔敢当啦吼，但是我要甲陈议员讲，即摆咱的林泉院长，伊嘛是咱高雄人，甲呾林泉院长就任七个月，所有过去马政府时代，我所有提出对高雄足济要发展，差不多拢是狗吠火车，无人伫插完吼。林泉院长就任第一个路建保费。台北甲高雄，安尼天差地，吼、哦！啊，从这个情形，伊个路建保费补助高雄124亿，是吧？拢决定啊！大南部的千川，咱感觉大南部800基烟筒安尼，足拢无适合，迄、那个伫遐继续予人住。但是大南部的乡亲嘛有千川的意愿，这个千川600亿。我想，咱林泉院长亲身来甲大南部甲乡亲沟通，过来咱高雄铁路地下化，我爱开300亿。啊，这个部分足济，我要要求林泉院长伫这个部分爱甲咱斗相共。啊，过来铁路地下化对高雄来讲，吼、哦，规个咱的迄个所有迄个人道，吼、哦，人道咱的土地。咱的中央同意予咱无偿使用，省62亿，啊，迄、那个工程42亿，伊全面纳入去铁路地下化内底。啊，个铁路，咱的高雄捷运延伸甲路德370几亿，今仔日拢核定。所以讲，我感觉林泉院长蔡英文总统就任这七个外月，对咱高雄。实在是足重视啊！这家我有做院长，无做院长，高雄爱发展，我相信我会徛伫咱甲咱所有团队，同齐继续甲中央继续来争取啊！我足感谢陈议员对我的关心疼惜，吼、啊！我讲过，吼、啊！我感觉吼、啊，人生伫担任什么职务无重要啦，吼、啊！就讲你徛伫你会当发挥的角色。替高雄、替台湾，尽咱上大的气力来拍拼，这是重点。多谢努力。
好，好，谢谢，执行完毕，休息十分钟。